杨村长，那个杨东良真没回来过？哎呀，长官，杨东良那小子不是去当八路了吗？别跟我这打马虎眼，我问你杨东良回没回来过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肯定没有。你咋这么肯定？哎，你知道的，我们庄就这么几个人，来条野狗，恨不得全庄都知道，何况是个大活人呢？行，你要是看见杨东良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记住了。啊，行，找人去吧。哎，好，到了，走，走。主さん、ヤフーちゃんは嘘をつい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ますが。ああ、中国人がいつ我々に本当のことを言ったことがある。とっくに分かっている。ここは奴らの会議場所ではない。もし私の考えが当たっていれば、ヤンドンリャンたちは必ず帰ってきている。そしてこの付近に隠れているはずだ。捜索に行かせましょうか。ああ、余計な騒ぎを起こすな。敵をおびき出すんだ。ヤンフーちゃんの監視を続けろ。秘密裏に捜査を開始するんだ。はい。铁蛋，街上那么多鬼子兵，也不知道英子和春来他们藏起来了没有。团长和副团长他们会没事的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对对对，英子都那么多，肯定没事的。你们仨小点声，别胡说八道，小心被拉走了。听见了吗？爷爷回来了。哎，老头子，你看啥呢？哎，刚才在街上，保安团的那个司令问我东良他们几个，哎呀，估计啊，他们不光是来修炮楼的，没准啊是来抓东良、腊梅他们的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铁蛋，你应该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我不能说，这是秘密。我是你爷爷，快告诉我。他们好像去后山了。哦，没准是去后山山洞了。现在街上几个鬼子盯着我，我出不去了。铁蛋，等天黑以后，你从我们家的后院狗洞里爬出去，到后山山洞啊，去告诉德刚和腊梅啊，让他们千万不要进村啊，快跑吧。嗯，好。哎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想在这儿待着了。庄里现在可能全都是鬼子，还有保安团的人，不能回去。不是咱招他了，惹他了，干啥非要杀咱啊？日本人是侵略者，要侵占咱们的国家，咱们不干，他就要杀咱们，听明白了吗？爸，啊，咱不愿意，他就要杀咱，那不就是土匪吗？对。甚至他们要比土匪坏一千倍，坏一万倍。我说这是谁找的地儿啊？啊，生了这么一大堆火，还这么冷。哎，听我的，咱回家吧。你想想啊，回家多舒服啊，那床啊是又大又暖和。东梁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庄里现在可能全都是鬼子，还有保安团的人，不能回去。真的假的？你又没亲眼看着。
德光爷，德光爷，哎，铁蛋儿，德光爷，你咋过来了？是爷爷让我过来给你们送信来了。 報告。あれ。報告します。村落のあらゆるところを調べ、廃墟まで探索しましたが、発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村の外の山中は調べたのか？日が暮れ、八路の奇襲を恐れ探しています。ああ、それでいい。明日、統治家をしっかり見張れ。奴らが現れるかもしれん。はい。 庄里全是鬼子兵，我爷爷说了，让你们赶紧跑，别回去了。那除了鬼子，还有别的人吗？好像还有保安团。人多吗？也不少。我爷爷说他们是来盖炮楼的。盖炮楼？嗯。哎，我们家没事吧？有事儿，你家住满鬼子了。啊！别偷懒，抓紧点，总教令组长，好好干活。快点，快点。 爷，快点！手脚麻利点！哎呀，说你呢！给我快点！别偷懒啊！手脚麻利点！快点！给我快点啊！手脚利组长，早干完早回家！快点！来干！ 他娘的！你说，哎，咱保安团就在这杵着啊，饭不给吃，大太阳底下晒着。你这哥几个都杵着杵着，就给日本人在这修炮楼。我说那个棒槌，你还真是棒槌。你现在要干的是让他们赶紧干活，早干完早完事儿，不然的话，比你来收拾咱们。得，哎，大人们看，快干！ 他都多大岁数了，这帮狗日子怎么连老人也不放过呀？啊！姐，居小四还活着呢。我看见了。腊梅，要我说，你就是心太软。那天要是我在酒楼，我就一枪崩了他。德刚说，居小四可能不像咱们想的那样。都啥时候了，你咋还向着他呀？不是我向着他。 待着吧，这山洞里也忒冷了啊！咱找个暖和的地儿。不行，德刚叔跟腊梅姐都说了，你不能离开这儿半步。我问你，我是不是你二哥？是啊。那我是你二哥，你还听别人的呀？你得听我的呀。反正这回我得听他们的。
那啥，我要解手。要不你就在山洞里解得了。这山，你不嫌臭啊？这山洞里的味儿散不出去呀。嗯，那你去吧，我得跟着你。那你要不嫌臭，你就跟着呗。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，我就在这儿。二哥，你快点！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别看我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报告します。統治課の付近でフーラーメラを発見。武藤隊長が追跡しています。相手は何人だ？大人が二人、子供が一人。すぐに案内しろ。はい。 群大骗子，还啥玩意儿？还我媳妇儿？我能有你那样的媳妇儿吗？还啥说我是我妹妹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没有过妹妹。最可恶就那大高个儿，还说啥玩意儿是我叔，我还是你爹呢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就是趁我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，对我们家大宅子图谋不轨。 まさか野党者に続く道がこんなにあるとは。進軍を進めろ。
都干啥呢？不干活？哎呀，四爷，有枪声！啥枪声？哪有枪声？这东门那边边上的山上有枪声。说不准这抗日分子啊！四爷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抗日分子？啊，看看去。坐坐坐，你们几个。不是，哎，四爷，山里工地让那个毕野知道了不好交代呀。 那我就不去了。哎，你发什么呆呀？你看什么看呀？干活！干活！听见没有？傻呀！快回去了！中佐，奴らどこだ？見失いました。現在捜索中です。若者、追撃しよう。はい。 去了，他们两个不会被鬼子抓走了吧？别瞎说，应该不会，咱们再找找看。师妹，去去去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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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
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快走！根本是说多少遍了，我心没在那儿，别开枪！什么劲？什么？师哥呀，聚小厮啊！别开枪啊！不用害怕，去出来吧！还没完没了了呢！也算是不能去。鬼子来了，德哥说，出来，快跑！快跑！哎，放开！ 你在哪里？你不是看见了吗？往那边跑了。大哥，刺激的，嗨！哎，武藤队长，那个千万小心一点，见着人就开枪，要不然我替你去吧。可啥？我一个人。哎，那什么，咱们过去帮忙。你。 我回丫头圈，想回去，想回去，快，哎，这边，这边。 二哥，你到底进庄了还是没进庄啊？嘘，英子，你二哥呢？我二哥他不见了。走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再说。
于司令，你不在炮楼工地监工，为什么要跑去野草地？钟总，您是跟我说话的吗？我没听清，麻烦您再说一遍。你为什么不在工地，要跑去野草地？啊，这不是听见枪声了吗？我寻思肯定有抗日分子啊，就带他们去看看。 那你刚才遇到胡腊梅了吗？可不是嘛，那帮人一看见我们，呼啦一下全没了。我说的是胡腊梅。啊，不要给我装糊涂。那不是，没看见。我再一次警告你，胡腊梅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敌人，你若再一味徇私维护他。 必将受到严惩，绝不姑息。钟总，这点你大可放心。我师妹胡腊梅现在是什么人，我太清楚了。我这耳朵就拜她所赐啊！我要看见她绝对不会给她好果子吃的。那就好。你，啊，跟我进来一下，重新部署。 按照英子的说法，东梁十有八九是会押头庄了。完了，那完了，庄里那么多鬼子和保安团，东梁肯定被抓了。那咋办呢？东梁如果问起鬼子会不会把我二哥给杀了呀？哎，你干嘛？姐，我得去救他呀。别冲动，别冲动！你想想啊，这大白天的，咱们这明目张胆进去救东梁，不但救不了他，咱们自己也跟着搭进去了。等天黑，咱们找机会进庄啊。就是啊，姐。 太危险了，你就听到刚说的吧。干嘛呀你？老东，哎哎，疼疼疼疼疼疼疼！你看啥呢？哎哎，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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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轻点轻点轻点，兄弟兄弟，我不动了啊，你轻点轻点。哎呀！报告します。 彼の後頭部に傷があります。彼の後頭は、その傷が原因であ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。確かだな。保証はできません。ですが、それ以外に原因も見つからないので。你听得懂吗？杨东林，啊，你什么情况？你什么情况啊？你咋知道我叫杨东良的呀？ 你们来我们家干嘛来了？你干嘛给我绑起来啊？王八蛋，还跟四爷我这装傻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兄弟，咱有话好好说啊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疼疼！我他娘还想毙了他！别别别！别这个样子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们了？ 不记得见过你们呀、啊？
哎，你们几个不会跟胡腊梅、杨德刚他们一伙的吧？你们不会想霸占我们家大院子吧？啊！菊三，どうやら本当におかしくなってるみたいです。菊司令，哎，你先把他关下去呗。关起来？ 直接毙了就完了，钟总，这小子一看就是装的呀！你不能上他当啊！哎，兄弟，咱俩有仇吗？你干嘛老想弄死我呀？闭嘴！我还是比较相信刚才军医的检测结果。军医咋说？这里坏掉了。再说，毕竟只有傻子才会自己往枪口上钻。 装的，肯定是装的。他要是真傻了，他能知道自己叫杨东梁，还知道自己回屋睡觉去？再说了，就算他真傻了，那直接把他给毙了，以绝后患呐，钟总。徐司令，拜托你不要这么大声说话好吗？我可以听得到。这要放在从前，我早就把杨东梁杀掉了。哎，但是对于皇军来说， 处决一个傻子毫无意义。杨东梁既是崖头庄锄奸队的队长，又是八路四支队杨东善的亲弟弟。我们要从他身上发掘出更好的价值。钟总，您都说他是个傻子了，他能有啥价值？碾死他！徐司令，这件事情你不需要知道。 你的任务是今晚彻夜看管好杨各东梁，不要让他出现任何意外。明天一早，我们会押送他回泰安城的。啥意思？炮楼不修了？杨东梁比修建十个炮楼都重要。武藤君，加大崖头庄庄外巡逻力度，发现可疑人物， 别再无论。嗨，爷爷，咱过年都吃不上肉，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送鸡呀？孩子，你以为我傻呀？ 是保安团那个秃子头下的令，今天必须给他们送鸡去。哎，不是大哥，出来，你在这守着啊。德刚，腊梅，副成叔，你们怎么还没走啊？东梁不见了，我们再找他。别找了，听说 他自己回到杨家院里，被鬼子当成抓住了。啊！咋回事啊？真被抓住了！不行，咱们得救他。咋救啊？对啊。 那鸡什么时候来？就是啊，花生瓜子我都快吃饱了。真是棒吃，那活鸡，那不得现杀现摘毛啊！我跟你们讲啊，今天我让他们找您这只鸡，别提多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那个几位兄弟，
你看你们这有吃有喝的，是不是也给我来点啊？啊，我也饿了。四爷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啊，喂他。哎，杨统领，真他娘能装是吧？装啥了我？铺子，哎，走，来了。哎，别管，别管，把脑袋给我摁着。好嘞，来，干嘛？不是，摁我脑袋，摁我脑袋干啥呀？哎，干嘛？娘的，要你耳朵！哎，我吃你俩花生豆，你就要我耳朵啊？不至于吧？老子耳朵就是给你炸聋的，你不得赔我一只啊？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我见都没见过你，我咋弄聋你的耳朵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要想吃猪耳朵，庄里有的是猪，别吃我耳朵，拿开，吓人！行，演啊，接着往下演。二奶过来。啊，他不是有病吗？好好给他治治病。得嘞，咋治啊？啊，咋治啊？来嘞！啊！中佐、中少司のことを止める必要はありますか？相手にしなくていい。ヤンドンリャンの記憶喪失が嘘か誠か見極める。フーラーメイたちは必ず今夜ヤンドンリャンを助けに来る。警戒を怠ってはならんぞ。はい。中佐、なぜこのままタイヤンに戻らないのですか。敵が隠れている。我ら今ただ。夜の進軍はやめた方がいい。はい。歇会儿再打。嗯，歇会儿。老实点，老实点。我说你们几个，啊，也算是老爷们儿，把我捆起来，那么多人打一个人，有种你们就把我松开啊！你看我一个个不弄死你们。嘿，这小子，哎，你给他放开，我跟他一对一。松开。吃完鸡肉。有劲儿，接着打！报告司令，鸡送过来了。哎，司爷，这看了吗？鸡肉来了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小孩子，你们家大人呢？我爷爷他不舒服，我们来替他。你们会炖鸡吗？会。厨房在那儿呢，赶紧炖去！快点，快！收拾收拾，准备吃鸡肉。哎，德刚叔，你说，鬼子在那院子里，会不会已经发现这条地道了？咱牙头庄被攻破的时候，鬼子就知道这条地道啊。对，鬼子跟牛二从地道潜入我家的时候，我跟春来也看见了，还有铁蛋他们。对，我们都看见了。那咱们现在再从这地道里出去，会不会一露头就被抓了呀？那可除了这条地道，也没别的法子进院子。那就只能试试了。这样，英子、春来。你们两个就不要过去了，在这等着放哨。如果有什么不对劲儿，马上就跑，跑得越远越好，知道了吗？姐，我不放心你。姐不能不管你姐夫，如果我们现在不救他，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。听话，出来。辣妹姐，那你还有德刚叔一定要小心啊！实在不行的话，你们就赶紧跑，我跟春来就在这儿等你们。
子吧。放心吧，我爷爷说这是腊梅种萝的粉，他们吃了只会拉肚子，死不了。お食事を。中佐，武德队长，你们就吃这个呀？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外边正炖着鸡呢，等会儿跟我们一起吃啊！看看，你说话这么大声干什么？知不知道打扰别人用餐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？将军，徐司令，哎，你们吃就好了。我跟武藤队长吃罐头还有白米饭，感谢你的好意。刚宰的鸡，八个。好，你们吃，啊，总吃这个容易发脾气。你，慢慢吃。無礼な奴、本当に耳が聞こえないのか？見せかけか？山是我们的风景。